他以前要生我的时候，他希望生出来的小孩会是那个一直过敏的小孩。他许愿会像，他忘记爸爸的鼻子有过敏，所以他就希望那个生出来的小孩的鼻子是跟他自己的老公的鼻子一样。结果结婚之后生下来，他就发，他就，啊，你们得继续写。后来呢？她就发现，把她娶的那个老公会打喷嚏。后来她生出来我的时候呢，过了我变中班的时候就一直就。还没参加那个亚洲杯大赛，我是还没参加。哦，在里面打到的，因为平常都会擦脸，只是因为今天阿妈去看阿昼，所以没有准备毛巾，因为他太急了。这样子，所以他就去看。会不会写？好，然后第四题也是，要把它写上去。